刚刚一年一度颁奖典礼2021 The Fact Music Awards 在10月2日正式登场， BTS 防弹少年团得到当晚 Fan and Star Most Vote Award 第一个奖师，可说是人气奖的象征。一开始 V 似乎是负责致辞，一个人拿着麦克风率领成员登台，接下奖项后先是缓缓开口，因为阿米帮我们投票，我们才能这样再得奖。不过疑似是突然想到没有先和观众打招呼，这时才不慌不忙，当下立刻呼唤成员们说道，啊，让我们先来打声招呼。大家弯腰时因为顺序错乱，让成员当场全笑出来，粉丝看到后纷纷直呼 V 真的太可爱啦。